原标题：老虎团团长王成汉将军，中原突围彰显英雄本色。文王国栋在世界战争史上，作为后卫部队来说，一般下场都比较悲惨。比如说，乾隆年间从沙皇俄国回归中国的蒙古图尔扈特部，担任后卫的9000余名武士全部战死。湘江之战，担任后卫的红三四师，除参谋长王道光率200余人突围成功外，从师长陈树湘以下6000余人阵亡。但是凡事总有例外，中原突围时，作为弃子的中原军区第一旅就没有屈服于强大的敌人，不但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艰巨任务，还巧妙地从数十倍敌人的眼皮底下逃出升天。1955年大寿衔时，该旅旅长皮定均从少将波升加中将，而该旅主力团团长王成汉将军也被授予少将军衔。下面小编就和大家聊一聊中原突围时王成汉将军的英勇事迹。